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伟，我是小 J， 欢迎收看这集的伟 J 日志哦。对，今天呢，今天跟着小 J 来到了力宝赛道，然后刚刚小 J 其实已经跑完一节了。对，那小 J 今天总共会跑两节，不过因为今天哦，其实老实说，没有下雨就算是万幸了啦，有没有？真的。对，那刚刚就是有一些状况，就是说几乎每一节都有人摔，都有人摔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阿 B 级。对，我都让大家先说。我们龙虾大也有来，他就是在碎碎念说，因为每一节只要有人摔，就会下场。对，就会举什么红旗。对，我刚好是我那一场也是红旗下的。但还好，他那个人就是还好站在旁边，感觉没什么事。哦，是啊。我没有看他摔，但我就看他站在那边。摔的人应该很呕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还好我那场是剩一分钟的时候才摔，所以等于也差不多骑完了。有的人才骑两三圈，然后就举红旗耶。那其实小伟，我个人哦，刚刚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又关于轮胎的小知识。那就是说，刚刚龙虾大呢，他刚刚在回来的时候，他说他也是差不多跑两圈，然后就挥红旗下来。他那一节摔的人，听说有点严重，就是他的记忆已经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片段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什么了。断片就是喝酒会那个，对，没有，就是那种，对对对，是断片，片段，断片啊，断片啊。哎，小 J 今天蛮冷静的，通常都会大骂我外星人，今天比较累这样子。好啦，就是说龙虾超人刚刚回来的时候，我摸他的轮胎，哇，超级黏的，应该是我摸过最黏的轮胎哦。结果他跟我说，对，他说那个轮胎还不够。他的轮胎热的话，是手摸的会受伤的那种热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个又有点颠覆我对轮胎的那种理解范围了。以前会觉得说，我不用特地去换一个光头或者是赛道胎来去跑赛道。我觉得看人啦，因为其实我拿小粉下赛道，大家都说要换一个轮胎下，看你怎么骑。像因为我像我那条胎，我大概要骑个三四圈才能热，所以我觉得看状况。最主要还是要去衡量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好预感，现在飘雨了。对，其实现在在飘雨。会不会还下雨？希望不会。好了，那等一下就是要先去吃午餐。等一下小 J 还有一节，让我们祝他可以顺利的安全下庄。真的要小心啦，因为如果真的一旦受伤了，车要修，人要修很久，就是都不好啦。心情很闷，有没有？真的，你就会很想骑车不能骑。基本上伟 J 跟小 J 的爱美日志那边都会各出一个不同的影片，那也希望大家喜欢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再看看小 J 跑怎么样吧。Go。You know that I'ma keep it cool with you. I feel like breaking rules. On the edge, looking out with no parachute. You know I'm dreaming about us too. Playing around without a clue. On the edge, leaning out. With us, it's all or nothing. Ooh, but guess I need more of you. With us, it's all or nothing. But guess I need more of you. You say it during night, but in the morning.
谁啊？真的是小伟公认啊，就是前几大镇的那个我们美女机车 YouTuber。小东说前辈前辈。哎、欸，不敢不敢，千万不要这样说。我们的蜘蛛屋，没有错。大家好 ，Cindy。哎、欸，是要叫 Cindy 还是叫芝芝会比较好？好像都叫 Cindy 哈。我本来一开始是叫 Cindy， 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看你的频道久了，突然就变得叫芝芝、欸。因为很多人念不出来芝芝这两个字，是吗？对，很多就哎、欸、那个芝芝芝还是什么，就后来大家就习惯就叫 Cindy， 都叫 Cindy 是吗？哦，芝芝比较可爱，而且我们芝芝呢也算是前任，就是650的车友有没有？现任现啊现任现任，哎、啊、是我现任我的前任。现在一定要去追一下我们芝芝的 Cindy 的那个频道，就叫芝芝屋，连接呢到时候也会放在这里，大家真的要去追，这么正还不追，那就没天理了，好不好？我刚刚跟超级人，就布鲁老师还有那个马丁，我们就三台现任 R1 车子在那边聊天，然后他们就在讲，你那个弯啊，就是给他这样子，就是给我们这样子，这样子过去哦，对对，然后大概是 R1 这样子过去，对对对，然后大概是160/170，我在旁边。160/170，我还是60/70哦。今天真的非常开心，其实不是第一次见到 Cindy 了，上一次无差别车距，对，在车距有见到，只是那时候没有机会聊到天，太晚来了，真的真的。希望有机会，之后我们在北部，搞不好可以一起上个北，以后去哪里骑车？等我。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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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我们的 Cindy 芝芝屋的频道，也记得去追一下哦。谢谢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好的，各位，那小 J 呢，刚刚已经跑完今天的最后一场。比赛了、喔，对，骑得很过瘾，真的，而且最幸运的是呢，刚好骑下来之后才下雨，真的，而且今天其实是下下停停的，对，不过在小 J 骑完之前，大部分都是那种小飘雨，所以地板也不湿，所以就可以好好骑。对，然后可是呢，刚刚小 J 一骑完了，哇，整个直接那个地板啊，就直接湿了。对，真的直接湿了，所以之后跑的就真的不能尽兴跑，因为下雨大家都不敢骑。对，雨现在也大起来了，其实算是今天算是蛮幸运的啦。对啊，然后看小 J 呢也跑得更尽心一点，也场地比较熟了，抓得到那个路线。真的，刚刚也很开心，也荣幸遇到那个邱明贤教练给了一些小小的建议，也是跟我们当初所想一样，但就是现在还是以先把场地跑熟为主嘛，对不对？跑熟一直在问秒数，不要大家都问秒数，我没有记啊。真的真的，其实小 J 他也不慢哦，凭他的实力，凭他的实力，但可以更快，不过真的要小心再小心，因为今天真的是摔太多了。对，那今天呢也非常荣幸也开心能见到一些 YouTuber， 像是蜘蛛、龙虾大跟小莱姆、小莱姆还有马丁，还有超级人布老师，还有校长哦，真的是很开心可以见到大家，也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骑车。对，真的。那这集就差不多到此结束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介绍。那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没有错，要去我们的虾皮看一下我们新出的贴纸以及手提架哦。